嗨啦，小孩子，今天开箱的这个单品是 Dovetips 2021年秋冬哦最新发售的这个渔夫帽。好，那包装袋上的话一样没有改动，就是这个经典的透明加链袋。好啊，打开来跟大家做分享。然后就是 Dovetips 渔夫帽，它有分四个尺寸哦，S 到 XL。那详细数据我记得是从5657、5859这四个尺寸，就是它的头围公分数哦，应对到的。好，那这一顶渔夫帽特别想要开箱分享，原因是因为它这个水洗色，就是这个算水洗色调，就是染色出来有这种水洗效果啊，就做得很好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好了，其实有些人会比较忌讳什么戴绿帽这个问题哦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色调比较没有那个问题，因为这个颜色真的蛮好看的。就是你看一下，我调一下光，它比较暗，实色比较暗一点，差不多是这样，食品的色调很好看，好简单。然后旁边有个小小的 Dovetips 的小标，好，然后看内部，调一下色，好，实色差不多长这样，就蛮好看。然后这点是 M 号的，没一点 size，先戴一下。然后它这个这一点我觉得是丹宁布，我看一下哦。嘿，对，它是单宁布料的，所以它这个就是磅数也是比较高的哦，所以相对来说，它这整顶帽子也是比较挺的。那可以看一下侧边这边，其实厚度真的蛮厚的。好，OK，大致上是这样子。哎，有个吊牌，好，再戴一下吊牌，然后水洗标，没看到吗？哇，跑掉。好，OK，大概戴一下。看一下是哪边制的。哇，手残拍子，好，日本制的，OK，因为没有什么太意外。好，大致上是这样。那如果对商品有需求或其他疑问，欢迎再来信联系，拜拜。